奉了南直之命，大兵进犯中原，领南城野铺的巴图鲁，领我追。是恨
弥陀佛，你这位施主来到庵堂为弟何事？师父有劳你发发慈悲，让我在你这庵堂住宿一夜。啊，你姓仙在我庵堂之中寄宿于野木？是啊。小姑娘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不知你家住何处，为何来到此地？师父，师父。小无敌，我。
在家中读书，为何来到庵堂之中呢？姑母有所非知，金兵退去，父母在家也好安康，有劳姑母挂念，
父亲秀士前来问安，姑母请看。哦，儿啊，小考已过，大考未到，你也不必惊慌，从今往后就在我安坛之中好好读书。孩儿遵命。随我来。姑母请。红尘好，红尘
上来多逍遥，多逍遥。
交流郎父之女，难多全。
明天
是故
子我今在心，只要你上京得中头名，姑母做媒让你与妙婵成婚不迟啊。多谢姑母大人，姑母在家多多保重，告辞。
追赶相公便了。之类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相公，相公啊！相公不要将我忘，苗场有言你且听。相公走后多寂寞，岁岁一程进城。娘子，你是说与我一同上京而去？是啊，自你走后，苗场十分挂念，因此我就追赶你来了。哎呀，娘子，像你是女流之辈，身大俱小，与我一同上京，你能受得了吗？相公，吃苦我也是心甘情。来自稍作片刻，相公快去快归。好好好，我去要杯香茶前来与你解渴也就是了，你稍等。哈哈，没想到荒郊野外在这凉亭之上还有这么美貌的姑娘。兄弟们，哎，你说美不美呀？没有美呀。好，既然这么美貌的姑娘，婆婆带回去给我们家大王做一个压寨夫人，好不好？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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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带走。娘子，娘子，哎，我去哪里去了？哎呀，不好！方才不知何处人马到此经过，将我气落走。十分欢喜，便又走，死到头来不自由。不顾生死往前赶，追赶这只乱夫休。娘子，娘子。我将那位女子带到寨门。是。我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为什么要抓紧我？真是可恨！
重缠，庙堂落落似呼兰。寂寞抬头来观看，上面坐的火冤枉，低下头来暗思想，怎能挑出是非差。起头来，有罪不敢抬头，恕你无罪，谢大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本大王有意收你做一个压寨夫人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什么压寨？
当水人，忙说你是贫家女，就是官家一重婚，哪有相应与你家，要你狗命活不成，手指干刀伤儿命。你敢是与他讲情？正是。好，听我吩咐。大王有何吩咐？你将他带到马房庆刑，从训顾家，重重有赏。是。眼看过饼肉，怎能舍得丢？良缘自有团圆日，大王何必把心愁。娘子醒来，娘子醒来。乾坤睁开秀目抬头看，只见大街不见强人，开眼之大大街问心只在两天。
上，我低呼桃香茶，去到村前，我一人坐置在娘亲上等父辈，遇到了山大王与我山上，这就是碧蓝真言的篇。上天天，下平地。
一拜，我今生有好处，我定不会忘记你。唤出为娘有何事啊？母亲，孩儿共度十年寒窜，心想进京赶考，不知母亲意下如何？儿要上京赶考么？是啊。好啊。君王，我
等片刻。老娘亲，等候我，观朝仪，儿啊。母亲，这是山间赶考的盘城路费，我儿带在身上。多谢母亲。儿啊，娘不送你了，望你早去早回。母亲保重。儿一路小心了。哎，我儿山间赶考去了，绣楼之上还有位姑娘，我还不放心哩。啊，家人哪里？来了。老夫人吩咐于你，上街给我买一位丫鬟回来陪伴你家小姐。是。哎，我也到后面安息安息。叫我买个丫鬟，到现在我还没看见一个。咦，这里倒有个姑娘，我来问问看。啊，小姑娘呐、啊，啊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么事啊？小女子罗囊，无处可去，我在这里自卖自身。怎么？你自卖自身呐、啊？是啊。哎呀呀呀，一个要补锅啊，一个锅要补。哎，小姑娘呐、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陈妙婵。哦，陈妙婵，嗯，这个名字倒好好听的。你可愿意到我们家去做丫鬟呢、啊？做丫鬟？是啊。只要肯受了与我。我愿意。好好好，那你就随我来。多谢小姑。走吧。策马紫金鞍，去
人做官，下官潘迪正，多蒙圣上定我投名状元。连大人，反冤公求见，如此说来，请。有请。啊，潘大人，高大人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啊！哦，请请。潘大人，下官有言不知，可能动问。大人有何话，当讲无妨。大人可曾澄清呐？哦，我不有其妨。哎呀，好啊，家有小妹，任凭我倒也出众，心想许配大人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哎呀呀呀，下官不敢凝受。潘大人不必推辞了，明日一早你我一同前去我家，亲事我母，让你们夫妻团聚。这个，哎呀呀呀，高魁好意将他妹妹许配于我，相其妙产，好不伤心也。人来，有祈祷回复。是。树上喜鹊喳喳叫，我儿今日回门上。起来，快快起来哟！只想拜见父母。啊，儿啊，母亲，他是何人呐？他乃是进库投名状元，名叫潘迪正。哦，母亲，孩儿斗胆将小妹的终身许配潘兄了。哦，儿啊，你把小妹的终身许配给这投名状元了啊？不知母亲意下如何？好，好哦。啊，潘大人，那你就要上前行礼了。既然如此，岳母大人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哎呦，小婿起来，起来。好好好，既然你们这样，那我就选个良辰吉日让你们拜堂成亲咯。多谢岳母。同上敬，万岁敬爱点头名。下官潘迪正，只因高贤弟将妹妹许配于我，又不知我那苗产妹妹身没何方，怎不叫人细叫？
在哪里见过与他？哎，这位丫鬟，我来问你。问我什么？不知你姓石名谁，何时来到这府？这个，
众功名，不免明日我们取至钱塘，
见到玉母，将此事与他讲明，也就是了。多谢相公。有请玉母大人。来了。啊，小婿。玉母。这么一早请我出来有何商议？启禀玉母，恕爱之罪。啊，小婿，你有何罪之有啊？玉母有所废止，想当年上京赶考，我与我妻陈苗婵二人结伴上京，路途之中不幸我爱人被人冲散，是我四处寻找不见踪影，万般无奈，我一人上京赶考而来，得中功名，没想到今日来在你府。你可知你府的丫鬟就是我失散的未婚之妻苗婵啊？哎呀呀，小婿啊，你怎么不早讲呢？我儿把我的女儿也许配给你了，事到如今这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母亲，是孩儿一时不慎，竟然许过终身。母亲，还望您老人家周全此事啊。这，哎，把我女儿叫出来，与我女儿商商量喽。儿啊，儿啊，母亲万福，娇痴女儿有何事教训？儿啊，娘有一事与你商量喽。何事啊？哎呦，娘把你许配这位状元公作为二房，你可答应啥？女儿之事全凭母亲做主。哦，如此说来你是答应了。夫人，我到远夜做过爱饭。哎呦呦呦呦，好好好，你们两个也不要争了，男子汉大丈夫三妻四妾也是正常的。依我看呐，你们两个不分大小，今天就在我这府中啊，给你们拜堂成亲咯。不谢岳母。高堂，不弃。